大家好，我是施正龙。担任公事这段时间，我看到公事的希望，尤其在金钟奖里面得到那么多的奖，可以证明公事有很多的专业人才。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义不容辞的希望能够引进企业的资源，同时我也希望整个观众们也能够捐款，为公司注入更多的活力，扮演关键的角色，成为带动社会向上的力量。我想这也是全民的期望。我们的捐款专线是02-2633-9922，划拨账号19213335，感谢您。